推荐人家哦，可以赞啦！套装，哎，2020回来，这里还有，哎呦，谁打我？好，2020给你。好，我要转职了。好，转职。你要转什么？都是变钻石装。你这样雅典娜谁要守护啊？你要继续守护啊？你这样就不能当黄金圣斗士了。说好的黄金圣斗士呢？不用了，不用了。那会难过的。啊，哎、欸，有人买很多核心吗？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掉了。救命啊！有人要打青铜圣斗士啊？哪里？啊、青铜圣斗士啊？就是他那个坏人。有，把他赶回去了。青铜圣斗士也是可以打赢黄金圣斗士。我的小宇宙不够力呀、啊！你的小宇宙还没爆发啊！他回去了，他回去了。喂，嘿 ，Hello 、哦。我要回去补一下。你好恶心、哦！什么好恶心？什么恶心？鬼啊！哦，声音。嘿，来，附个魔。哦哟，太多衣服了吧！烦躁哦，喜欢吗？挑一件吧。你打开超神奇。奇怪，怎么这么多同样的衣服？挑一件吧，莫名其妙。挑一件穿。不要，不行。挑看选谁？不行。我把它扔掉。气呼呼。我把它扔到角落去。快走几盾他就不打了、核心我放箱子几盾就不打了他们的窟窿我干掉了好我跟你讲我放一些核心在箱子哦他好像有新 A 字哦哎、欸、关系那仙女终于是穿装备打赢的哎、欸、卡的两只干什么干什么？嘿，想干什么？怎么偷桃？先偷桃，有两只。哎，就知道你们会跟过来。哦，三只，我们的力量岛都没了耶。嗯，好，我有人要买满满的核心吗？我这里有核心，我这里有核心。好，可以去补一下。不办，我帮你，一前一后打哈。有没有斧头破阿顿？我没有斧头，我没带斧头。哎、欸，还随手关门嘞、欸！好少，随手关栅栏门。对啊，栅栏门。是了。哎、欸，哇、哦，好多人了！我从后面打他。哎、欸，有干掉！看到这只，不错。吃个。哎、欸，2020，我给你装。嗯，来，头，娇娇。没有裤子，真是我。有剑，有钻剑，你看要不要？我要了。有，我在他们家放一个那个了，诅咒岛了。哎呀，干什么？不准挖！不可以挖！不准挖！谁说你可以挖的？对，我帮你。要干掉一只，蛋黄被挖走了。可恶！哎，啊，副哥，打他！哦，好多人，太多人，他们请曹而出，先退一下。这里哇，附近的战神都好远哦。很远啊，都没有在。哎呦，我拿了他们很多装备，我要回去了。OK。2020，这里，你缺裤子，来给你。耶、yeah. ，你缺裤子。你四处奉献他。Yeah. 你需不需要武器？我需不需要圣斗士？有。好，那其他带回去。不要圣斗士，死作死。什么都需要，就不需要圣斗士。可恶。这件商品挺不错的、啊，挑看选选看、啊，挺糟的，想办法把那个骷髅给打下来。
哪里的骷髅？他们家的。好，在发群，我在发群。我把对面的圣斗士星矢打爆了，我把他衣服烧掉。哎，我被看到了！我被看到了，为我偷偷摸。打恶灵。哎，好。哎，多一个盾牌。好，继续冲刺，冲刺。偷摸，偷偷摸，都被看到。他们有一个弓箭手也在啊。嗯。买通他。买通他。买通。原来是买通的部分。为什么地上会有金粒啊？金的，金的特殊任务。谁做成金粒在那边撒啦？哦哟，太多了。是我。圣斗士星矢，这样不行啊。不是你。雅典娜的祝福，你就把它这样子分解了。哎，好。已经有人把那个衣服丢了。我把它烧掉了。全部烧光。我在路上有遇到的，我都把它烧掉了。满地都亮晶晶。buff 持续中 ，buff 持续中。啊！烧烧烧烧！哎，哎呦，跳不上去啊！我现在发的是繁星的碎片，繁星的碎片。碎片哎，又有人！哇，我在到处绕境哎。就你这弓箭手，一定干掉你！等下有个人要去我们家了，他在吃钱，爱吃我的钱。他怎么在吃？被打了哈！你被打了哈！你要去哪里？哇！你又把钱给我了。我靠不进他。好多人，太多人！杰克，帮我打一下这个。我帮你打。叶片小乔，我帮你打。啊！刘明欢。啊，有没有玩过小精灵？就是这样子。哎，还要偶尔撒那个什么地狱之心。哇，金苹果，金苹果。最后一个。有我举动，快 hold 不住了 ，hold 不住了。哇，快逛街，给他逃走了。哎呦，好多人。我把他们家的草我都挖掉，然后直接跳下去。我把人打到商店里了。商店里，哇，打进商店，对啊，打进商店里，反正是踩到我的陷阱了。哎，不好！哇，掉钟，掉钟，掉钟！先把装点整走。可以，好。牛排快不够了，先回家。我这里有很多牛排，我这里有，出来就有了。好。小心地上有洞哦！小心地上有洞哦！看到，危险了！good 的，我去附魔，我去附魔。哦，没黄金了，我只好发这个了。拜拜。好。娇娇。好，我要去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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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这里通通挖掉。一个。哎、欸，真的可以耶、欸！可以什么？就是不是中间桥会有强风下去了？对呀、啊。然后其实那个村民可以交易啊，然后站、啊、就是没有站在栅栏上、啊，不然你站在底下还是会被吹走。哦，那上次他们也在讲，是说可以啊，啊就是边边的。哦，你又没在听了吗？我去尝试了，累个到又没在听，我在尝试啊。听，我要听。打他们的钻石钟，又多一个帽子。多个帽子，还防弹的。真的。真的。其实我们这样打过去，可以在他们家放那个力量。嗯，我知道。打得进去的话，我就可以放。我们其实。打我们一直在里面走来走去了。好，因为我刚死回家了，我可以重新再拿过去。好，那你多买一些核心，我们等你。哟，领光钱，有一些也可以放我们身上。我帮你强化哈，也不够的话，地上都铁力可以建议。好、哦，挤到你怎么把它变成铁力啦？地上很多啊。变成铁力是你是不是？不，精力的也是我。
集体也是你啊，就是你啊，抓到了。我刚有说我在发钱哦。发钱，没想到是利亚。我来了。欸、分一点。好，可以进去弄。走走走走走。又不是宝石力。绿宝石力。哎、欸，我可以做红石粉。把它分解掉。你要把我们的那拿去弄红石粉。哎、欸，花多少？九二十八，180个体力换20个。哎、欸，九、欸、个红石粉。那怎么很多装？那可以拿他们的核心分成分解成青金石。有啊有啊有啊，捡到超多东西。刚结论，因为我是刚死的，结果就这样子做啊，就会死在这。我被人家追杀了。走开！还剪刀哎、欸，为什么啊？白痴！哎、欸欸，剪刀是我做的，不好意思。所以你死掉的时候掉到我身上是不是？哎、欸，应该是别人捡到你杀了他，掉到你身上吧？莫名其妙，我要把一堆垃圾里面扔走。家里有一个跑进去哦，家里有一个跑进去哦。家里小心，家里小心。哎、欸，好像没人在家。有人进去哦。嗯，好像没人在家。哎、欸，我来回打。打他！我去，我去，我去。一前一后。有呱呱。哎、欸。啊，是了，啊，你怎么不早点来？我都买好了钻石装，要漂亮，呱呱，好好好，我们头顶上还有一个啦，有多的斧头吗？我没有多的，只有一个。好，没关系，打他，先打这个。哎，我来了，我来了。哦，是二零，吓我一跳。嘿，放上了，放上了。好好，那我要再上去。哎，他们有在敲，想敲。不要敲，不准敲！哦，来敲，你又敲，他们又捡到弓哎！嘿，嘿，哇，击退斧！不准敲，不准敲，不准敲，没听到吗？不准敲，用力打破啦！啊，等一下，你有多的弓？我去把一些垃圾扔掉。好，哦，中央桥崩塌了。啊哟！你有点回不去了，要回不去了，完了，我就站在这里了，抱歉。这 Q boy， 走开！啊，走开！别在那边！啊啊啊啊啊！我丢的啦！哇！这二零进来了，痛痛痛！我还不死，还不死，怎么还不死？吃的？吃什么金苹果？吃什么金苹果？吃什么金苹果？哇！你被烧起来了耶！这里，我来了，我来了。有一个在看我了，一个在看我。啊、你有没有吃的？二零，帮我打一下，二零帮我打一下。来，可以分，可以分，只是我这边激战。没事，没事，没事。小心，打这个，打这个家伙，别让他走。好。哈哈，他动过了，动过了。还吃。哇，还有队友帮忙，是 bug 吗？我在他背后，我把那个叶片小看他，看他，还打，有爆了，爆了，爆了！他好多装，他好多装。对对对，他超多。我那里又在抢菇了。求高，求高，干！抢菇！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哎，被抢掉！下去，通通下去！没关系，我再放回来。好啊。哦，爆了，爆了两次，爆了两次。三次，所以粉丝下班，我还在看身上满满的装备到底要扔哪些，一直打宝啊，有那个力量效果真的差很多，超强，嗯，我刚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那个战神三给放上去，你这样就有力量效果三呢、欸，可是会中毒啊。对，对啊，那个负面效果我已经尝试过，没有，超痛，超扯。我刚刚有没有想说，因为他们有放一个，有点想要丢到他们那，丢到他们那边还不能用，有没有？就可以用啊，就一直免洗，有没有？超扯，霸气霸气霸气啊！那个准时下班，下班喽，随机倒过来还是打得很刺激。真的啊，休息啦，休息啦，辛苦了，辛苦辛苦。是。感谢大家收看，因为按赞掰。
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真的好累哦，最近又中暑了。等一下应该，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开。他们如果有开再开魔物猎人的话，我再继续开。如果没有的话就晚安咯，各位拜拜。各位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感谢大家收看，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发播过了。